老婆团长，预备，开始，好，不要讲话，已经有人感应到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的，这个麦克风打开，有人感应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感应到的人举手。好，我看了第一，我写的是什么？一。还有吗？还有别的答案吗？什么？一条线。一条线。啊，还有什么？好，这个小妹妹。啊。一。啊。哎，这个不一样。哎。阿哥来，阿哥什么？来，我们刚刚那个只是示范题啊，哈，示范题，简单的哈，我让大家看一下。老婆传达这已经很清楚了哈，很简单。我刚刚这个就是一，想必大家都已经有感应到我的老婆了哈。现在再来示范困难一点点的哦，来，先放等一下，困难一点的也是示范的哈。等一下还有奖品哦，等一下还有奖品。来，这一题示范题，困难一点点的哦，不要偷看，不要偷看，哎，困难一点点的哈。我后面一点哈，来，老婆传达，预备，开始，好，知道的人举手，三，小小弟弟你呢？三，你呢？啊？三，三，三，哎，三，三。哎，你都唔知道哦，你还唔知道哦？哦，这其他点都较搞呢，好，来来，三，三，这边呢，三，哦，你好温柔哦，三，你蛮温柔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老郭传达到底答案是什么哈？答案是三，没有错，但是听清楚，刚刚那两题是示范题，真正。困难的真正有奖品的是下一题，老师拜托你给看到下一题，真正有奖品的哈，然后厉害的是下一题，来，今晚这题我把它擦掉，好，等一下那一题答对了，有奖品的哦，有奖品的，好，要开始了，注意看哦，来，不要偷看哦，张开小眼睛注意看咯，好，要开始了哦，准备，这个有奖品哦，这个有奖品哦，那个 Amy 那边还有什么奖品，奖品，哎，那个你要喇叭还是麦克风，麦克风就可以了，是麦克风就可以了，哦，好，麦克风送一支，好，麦克风没有啦，来，老婆就旁边了，来，我们开始哦，老婆传达，预备，不要偷看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，有人知道吗？哦，来，老师今天暂停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一题很重要，来，这一题很重要，知道了就讲答案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来吧，不要偷看了，我知道，来，好自家来，不要背我，知道吗？五，五，一，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搞啥呢？不知道。啊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剪那么大，剪那么清楚，剪那么久，你再讲一次。不知道。好，那我给你看，你看懂吗？中文看懂吗？偷偷的看好，来。什么？再一次。你几年级？一年级啊、哦？
找一个朋友来帮忙看。他的朋友在哪里？你也是他的朋友。来，大哥你来，拜托你，你替伊看一下好不好？伊讲伊国小一年级看无字啊。来，大，然后他说他只有看不懂国字而已啦，国国啊他看得懂啊。那我觉得，大哥，今嘛我还在偷看，啊你给讲就好来。讲国语来，你看到什么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么好你，还你看你都不知道。啊，你们两个是同一国中国台 K 哦。这个小妹妹讲，国小一年级讲看我不知道。啊，你呢？这地方来讲不知道，再看一遍来。三个字。来，三个字两段。三个字两段。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你爱看去，去给我们信安点答题了。来了，我们公布答案了哈。好，不知道，恭喜两位。来，这边来一个大哥，来，这边。恭喜大哥。哎，阿林有了，你怎么已经有了？好了，再送你一个，谢谢。拍手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，哎，这个恭喜老婆团长。